大家好，我是阿欣。刚刚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，买了有猪骨头，还有那个鸡胸肉。因为小花，要奶水好像不够了，所以要买多点营养的给它，补充一下，好下来嘛。我回来了，那个小花，还有娜娜，小花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来的？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来的？这是排那猪骨头，还有鸡胸肉。娜娜准备今晚加餐了，娜娜。先切那个鸡肉，好了，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了。小花知道这个是什么？小花知道，乐乐也知道。乐乐，你不站起来吗？你是尊重哦。乐乐也站起来了。还有浪浪，浪浪你会站起来吗？浪浪，站起来吗？你会浪？都放到锅里面一起煮吧。好了，已经分好了。这个有大骨头的是给小花的，里面有大骨头、狗粮还有鸡胸肉，然后这两个盒的话就是浪浪和乐乐的，鸡胸肉加狗粮混着。好了，准备喂浪浪、乐乐、小花吃东西，这份最丰盛的给小花的。小花，我们去吃东西。小花，想吃吗？想吃吗？想吃吗？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来，过来，吃吧，吃吧。哎呦，小花也对自己小孩子负责的，小花也对自己小孩子负责。原来做母亲的吃的东西，小孩子靠近也会很凶的。